随后。 退后，点，嘿，全凭肌肉记忆，推我的线儿，我推你的线儿，蹬，嘿，退后，四件，反线走，干嘛呀？ 他当铺二连，我们只交了一个副，完美。溜了。我没看到一支队伍，我看到的是穿着艳服的路人。下波直接开疾跑干他啊！他没点烟。 他交不交易，我们都直接上去干他。下波吃完经验就直接就上去就干。 控一波兵线，让他没有办法不跟我打，知道吧？但是线儿别太多，太多就不好办了。人家疾跑开起来，蹬 ，A 接 W， 一血拿下。 他怎么没回家呀？他。看好了，谁的场子？我的场子。 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干嘛呀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 稍等一下，这波感觉能杀，等他把 Q 放了再点烟劝退。 可能螳螂来了，螳螂会不会来了呀？技能全交，哎呦我靠，有点烦这个人，我就一直感觉到他可能要来。
没关系，下波我们集法好了，直接开集法干他。谢谢猴迷妹的飞机，感谢猴迷妹两个飞机。我不需要队友，但我的队友需要我。从不练习。总是朝着咽喉灌篮。全凭肌肉记忆。这个炮车不给他补啊，他下波有闪现。哎，真的我就发现玩螳螂的没有一个且不来的，没有一个人是且不来的。厕所死，灌篮可不简单。哎，他没点烟不跟我打，有点烦。他如果这么打的话，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控着吧，不打就算了。你看这落手啊，这皮肤还骂人。他说太他妈对了。这人直接消失了。哎，这是一场拼身体的比赛。啊，这人直接消失了，这是猥琐到极致。他出这个玩意儿了，我也出这玩意儿了，走回家出去。啊，我给你们来一个狂风之力落手吧。
挺狠的。谁的厂子？这人可真老狠了，就是推完以后，我只要在这空线，他就完全就不打。现在他八级，我九级，我卡一波兵线多他一级，卡一波兵线多他一级，他就能忍，就能忍得住。我都搞不懂到底是为什么能忍得住，这人是真的真牛逼。看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就明明自己也没啥劣势啊，就是无限让我在这卡线，可以，高手。我不打比赛，好，又是比赛。有闪现，游戏时间到了。赶紧拆啊，杜腾马上脱落了，看能不能再拆一层。最好给他拆没。不拆了，留了。回家了。再多练一些。哎，来，禁服来！哎呦我操，禁服也狂风之力。走位一波。哎，这个禁服也跟我是差不多的啊。走，我们回家，我也来狂风之力，他也来狂风之力，俺俩都狂风之力，他收集者，我也收集者，咱们搞一波牛逼一点的，好吧，咱们搞一波。我来收集者。哎呦我操，牛逼！人凭肌肉记忆。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主场。来，去一波下路。我刚才把狂风之力给用了，我好烦。哎，我真是贱得慌啊，我用它干嘛呀？这我没看到一支队伍，我看到的是没事，这螳螂我估计还得下去，我们再来一波啊。这应该没有眼儿，我估计。
我这螳螂是真能跑啊，天哪，每条路都是我的路。他以为我瞪不着他啊，他以为我瞪不到他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我随便瞪他。哎，看来这个进夫也是个性情中人呢。减速，做好笔记。你跑啥呀？别怕呀！不打比赛，好，就是比赛。进夫也收集者了，哎呦我操！我也收集者啊！咱也来个收集者，哎呦我，猛的一匹。哎，那小龙兵被抢了，感觉这波要抹布洗一波了。来来来来来 ，A W 外圈抠，拉回来一个 A。这就没了，就这么点玩了啊。哎，11-13，那投啥呀？这有啥好投的呢？我靠。